像之前我开物理学会装这个 LED， 可是装 LED 有个坏处，验车验不过。验车验不过，这一个很厉害，它可以装上去，可以去验车，合法的。我们会开这台车直接去监理站验车，我们可以去监理站把它改成合法的 LED。汽车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，Ultra-S3， 地表最强行车记录器。耶、yeah, ，大家好，我是科比。哦，这个是我期待已久的，打开让你看一下。哦，像之前我开物理学会装这个 LED， 可是装 LED 有个坏处，验车验不过。验车验不过，对，他每次都要拔。这一个很厉害，它可以装上去，可以去验车，合法的。我先打开让你看一下。真的哦，现在不是不能再改。改光型什么、欸？现在要把它变成验车可以过的模式，就是可以去鉴定站。之前也是验光型，是验不管去外面的去鉴定站都被打枪。换了之后，好、哦，这个是也算鱼眼的，一颗就两组，它有做两个，有没有看到？嗯，它是不是一个是近灯一个远灯？对啊，远近灯后面是一个风扇，这是散热的。它的热源跟 HID 比起来，它热源就比较低了。它有紫色、银色跟蓝色。我们会开这台车直接去监理站验车，我们可以去监理站把它改成合法的 LED， 这个算是检查报告、哦啊、主要是这个不是说随便就营运这样都可以，这个不行哦，它一定有这个你看防伪标签，这要有这个贴纸、哦、才认证，这个都是要官方要印章，灯泡的序号要写上去，还不止这样哦，你看下面你车主的，哦那是行照的，对，对，你的行照都要写上去、哦，就是你要变更的那一台车的行照要上去。基本不简单提到的，台湾唯一一支过法规的，这个打开量要连续1500个小时，还不能间断。结束之后啊，没有他们的光衰不能超过20%，光衰那样，本来是100%，你不对衰退，比如说你可以减至到80%，如果79%就不行了啊。可是你看、啊，通常我们一天才点最多8个小时，要点这么久还不能光衰。他们每个数值都要经过他们的国家最严格的审核出来，才可以做到这个。他们国家是我们，他们国家是我们国家。啊，再来是购车，他一定有一个发票，这个也是要把你的行照、车号码、引擎号码都要写上来。这个我也问过了，你要买这个他不卖，单买不行。对，没有在单卖这个，比如说我已经改好跟你买这个证书去用，那不行，他们就是这样一组，就是配他们的产品。线的话哈，这两组啊，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像欧洲车装了之后会有一些故障嘛，装上去就会算骗电脑的。有了 LED 的灯，它的电阻会比较小，嗯、它会认为故障，就会跳出故障嘛，就砰亮灯，就是强化线阻。以前没有 LED 或 HID， 以前都靠这个装上去，灯泡这可以瓦数可以比较高，以前最高可能65瓦，你可以换到变成近灯就100瓦那种感觉。这个头都是应该都是陶瓷的，受热才不会融化。这个是欧洲车的，这个一般都是我们日系车在装的。啊，这都是选配的，对，来就是一组嘛。当然、啊、是说你也可以买一颗，比如说我是进站好的，进站也可以装啊。哦，机车也可以、啊。对，机车也可以啊。哦、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进站都是 H 4的，好，目前我们就是 H 4啊。啊，这个是像我们有些 H 4的后面它空间不够，我们怕有水，我们就会盖住。啊，主要是这个是有洞的话就朝下就是散热嘛，主要是散热，装、嗯、一装这样它就可以实测了。其实我们去台北监理站，如果验得过，应该去全台湾应该全台湾都过，因为你应该有听过就是台北嘛。对不对？好，我们之前买过车，在花莲可以当营业车，在台北不行。对啊，这个我也不晓得为什么。所以，我们就是看是不是都市传说嘛，我们就去试看看就知道了，装了就知道了啦。OK， 要把这个要拿掉。来，这一条不行。以前的灯泡，它前面没有黑黑的，它就会闪光、哦，就做这个，就会让它反射这样，是吧 ？H 4就是这么简单，拔起来之后就扣住，才扣得住。两边都要拔。对了，蔡总，这台是这一次的公益车啊，公益车刚好我们做这一台也是算我们直接做公益，装去就不拆了，对，不拆了。然后反正验车也验完，对，验车验完了。所以说我们不是自己凹起来用哦，我们这几次都不是哦，上次那个。嗯充电那个也是哦，我们也都是直接送给公益车了，耶、yeah, ，起来了，还好这算好拆啊，我会把这个拆开，因为我们等一下会把这个前面那一个拿掉，罩子要拿掉，有看反过来嘛，这个要拿掉，这个激光罩，因为如果没不拿掉，我们放不进去，耶、yeah, ，有没有？
我本来想说卡板多，你知道，差的多啊，直接接。哦，所以我们还是要接这个线组，强化线组。对，它这个七接啊，没有很困难啊。这一条就是你看哦，两个橘色，等下就是我们要用的，好，两个橘色的头，这个也都不用去动嘛。这个是固定用的，对，我们的对，离类叫做继电器啊。这边有一个保险丝，正极有个保险丝，嗯，好啊，这个就很简单，正极红色接正，嗯，黑色接负啊，等下就把线剪好就好了。还有一个黑色的，你看有没有黑色的？黑色要插到原本的灯泡的座上面 ，O A 接不接嘞？这样过来，它就会经过离类放出来的电，好，原本的，嗯，啊，这到时候新的，啊嘞，插来的屋哦，有没有？哦，亮了，哎呦，这边就大概完成快一半了。这个车是因为太老吗？还是应该是保护保护了，因为如果装上去，要么就是闪一下，要么就不亮，嗯，啊，不亮的话就是建议要加这个。啊，有些比如说比较老的，像 Kenda 之类的，他们就直接插就可以，直接冲。对，反正比较老，它就没有保护的机制，它就可以直接，嗯，对哦。先把它藏好，这个就是要插这一个哦。啊，连 Moki 都插完电也都没得，所以这个就不用。对，那个就不用了。对，这个就不用了，因为我们就是过这个了。对，然后就过这个就好了。这边大概也就比较简单，就把它装回去而已，对吧？那为什么要拆下来？拆下来，因为你那个弹簧才可以装，哦，不然弹簧没贵。再就是把这个弹簧勾回去，装上去之后啊，你要看一下，对吧？它这样有正吗？有没有正？歪歪的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歪歪表示要调整一下，调整要怎么调整？来，好，放松之后就转这个，对吧？哦，看我声音有正吗？看得出来吗？正的啊，正的，嗯。因为有些车，车灯它是斜的，对，没那么斜，只有斜的，它可能就要调一下角度，零度跟八度，没有，回去了。那这个我附这个三层膏，就把它刮平了，这个应该不困难。啊，刮，这个是一样哈，顺时钟就紧，按逆时钟就是松。操了个操了哎！盖这个就要孔要朝下，因为上面水就会进去，所以朝下会比较好。哦，这个它这个也是有两个箭头插下去，插下去这个要转紧哦。第一防水，第二防止脱落。耶，哇，亏啊！哦，看得出来吧？它这个就是调的嘛，调的啊。从这边下去，转到这里就可以调，有没有？这样，有没有？这样就这一组都完成了。一样的动作再做一次就好了。这个啊，不是每一次都要把它拆下来啊。嗯。啊，为什么要拆？因为我刚刚讲的哈，再转一次。因为有这个，因为有这个东西，你吐了，你看不到这里，它切线就不见了。对，来试一下，试一下啊！小灯有，大灯有，圆灯有，好，有了哈。方向灯顺便看一下，方向灯哦，我用警示灯好了，有装好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现在要调一下灯距，灯距的话就是它的高度，地面到你的灯距的一半。好，我们刚刚讲是65公分，距离要1米。有些电站到底是斜的，我们不知道，所以我们就会抓减2到3公分。我们大概抓，哦，就是抓在中间嘛，就12.5左右。好，万一那地是斜的怎样？所以这样照过来嘛，一个距离。好，这样我们就大致上都完成了。等下资料拿一拿就可以出发了。期待期待，这前照目前什么鬼都没有，就是一个教室而已。过了它就后面就会写 LED。光型的话，他每次验车就要去有光型机在验啊，也不能自己手写上去啦。验完花个200块换个型照就好了。安装是蛮简单的啦，只是说如果自己买回去可以安装，可是你没有那个发票站也麻烦了，所以建议你去合格的安装的店家，还是说很多改装厂，只要他们有专业的，应该就可以的。因为他你需要调整灯的高度，一般人可能调整。就没办法调整，可是我还是会带工具啦。万一我们现在调好了，结果接你站的地是斜的，好了，太高或太低都不行。出发，出发。汽车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，Ultra-S3， 地表最强行车记录器 ，Avair， 环保生活科技领导品牌，画艺金库，国色天香温柔娴熟徐海丽。哦，我们不是随便讲，我们真的冲进来验。哎，我要变那个
LED 光型。慢慢的往前一点。好。然后现在在检验文件，就看资料了。对，现在在看资料，后面好多车，我们塞车了，塞车。我不要叫谁来等呢？等的，没有吧？那你们这边等好了，好，我等下去拿，等他的资料。耶、yeah, ，我们从监理站回来了，哎，热腾腾的新照，你看，哇，教室的后面。LED 光型，我们成功了，也好了，好，灯具没有问题，资料也都没有问题，所以我们都过了。那带你们看一下啦，啊，这又是公益车，当时坐公益车认识他老婆，在家哦，整个都是故事嘞，哎、欸，也好了，换上去就是 OK 的。这个我再重申一下，是全台唯一合格的厂商，我们有两组提供给观众抽，好，到时候留言我们再去抽。对，但是要确定你们的车是 H4 哦。告诉我你如果抽中啊，请照传给我。还有再来说，你的灯型啊，如果是比较奇怪的，有可能就不能安装。嗯 ，H4 可以直上，那就没有问题。汽机车、大卡车哦，只要是 H4 的，都欢迎你们来留言，多留言帮我分享，好啊，就可以抽奖。假设你拿到了，没有问题。可是你要去找一个就是合法的，比如说修配厂啊，装这个东西啊，自己装不行，因为你没有厂商的章，对，你没有发票也不行，所以你要还要去给他安装一下。我第一次去台北市监理站验这个的，有点紧张哎，还好这、欸、果然盖了鬼啊！像我们之前都是很土炮啊，赶上去验车发下来，再装，这样就 对，这样就不用了，验车过了，就是有证明书的，不是叫人家去改装，我们是要第一要合法，第二就是要。你看，我们有去监理站验光，表示说这个是可以的，好，不是说随便那种土炮的，射到别人眼睛，机车会更安全。有些灯加上去，我觉得是安全的，可是政府又不行。以前的车没有日行灯，现在你要加装日行灯，举例好了，他说不行，那我们没办法。最早我们可以把灯光弄好，我觉得 OK。我切这样一灯给你看一下，来哦，咻。到时候等捆了这个都会再磨一磨，喜欢记得帮我订阅、分享、看下铃铛哦，耶、yeah ！对啊，好，再看一下，重重检验，哦 ，LED 光型，对啊，对啊，其实北中南的监理站有点不一样啦，形式有不一样，好，北部听说是最难验的，我还是过了，我们去台北是八德监理站验的，所以原则上应该没什么问题，对啊 ，OK， 耶、yeah ，有两组的颜色不一样，我们是随机的啦，好，随机的。对，我再说一下哦，因为它每一个的这个灯具里面都有一组的序号，不能说这个序号到时候就是一直用不行，它每一组都一样，从一号开始做，一直做，这样编号一直做出来的。有2000万的投保，一年的保护，抽到再跟我们说车型，等一下马上去收好嘞。啊，对啊，不然等一下被我干走了。Avir， 环保生活科技领导品牌，花艺金库，国色天香温柔娴熟徐海丽。灯具没有问题，资料都没有问题，所以我们都过了。耶、yeah ！哇！哇塞！欸、我第一觉得可以这样整段这样进去拍，这样蛮有趣的，蛮有趣的、啊。可是他好像对啊，好，那带你们看一下啦。耶、yeah, ！大家好，我是柯P。我期待已久的东西终于来了，什么？打开让你看一下。靠腰，这里还写业配不行。哦，那是你放的、啊。好，再一次。